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八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复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主席盛景业，很荣幸为大家主持本场比赛。本届赛事由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共青团南京市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建业区委宣传部、共青团南京市建业区委员会、君和青年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南京君和文化有限公司承办，南京师大附中新城初级中学黄山路分校协办。感谢水平高到没朋友的高鹏律师事务所，天大地大不如厚大，厚大法考法学生的不二之选，怕上火喝王老吉，喝了就不会找茬的王老吉的亲情赞助。欢迎大家下载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中国很赞相关内容，参与人民日报话题中国很赞的相关话题讨论。首先让我们欢迎双方辩手入场。好的，请双方辩手入座。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的评委，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景毅先生、王任嘉先生、陈以拓先生、潘泽先生、曾明义先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欢迎各位评委老师。亘古至今，英雄与时事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说，英雄是创世者的代名词，每一位英雄的出现总能牵动着时事的变革。但是换一种思路来看，英雄常诞生于社会的动荡或是转折之中，一旦社会有了需要并具备一定条件的时候，英雄就会随之出现。那么到底是英雄的存在造就了时势，还是时势的变革成就了英雄？让我们把这个悬念交给今天的辩论双方。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坐在我右手边的汕头大学的选手，他们的观点是英雄造就了时势，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正方一辩，汕头大学王璐小英。正方二辩，汕头大学张子睿。正方三辩，汕头大学白天林。正方四辩，汕头大学金启尧，代表汕头大学校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天的反方，来自爱丁堡大学的选手，他们的观点是时势造英雄，有请他们做自我介绍。反方一辩冉杰。反方二辩孙秉昌。三辩赖长生。反方四辩逍遥，携爱丁堡大学华语辩论队问候在场各位。非常感谢双方队伍的到来。在比赛开始前，我将对提示铃声做出说明，各环节时间剩余30秒时将有以下铃响，各环节时间还剩5秒时将有以下铃响。当各环节时间用尽时，提示铃声如下，此时请选手停止发言。本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采用均和赛制，每个大环节结束时，我将询问辩论双方是否采用奇袭，双方同时举牌示意采用或者不采用，具体规则如下。比赛中双方各有一次使用奇袭的机会，奇袭方式分为两种，申论与质询。首先申请奇袭的一方具有优先选择权，
而剩余一方只能采取另一种形式。申论时间为两分钟，质询时间为两分三十秒。质询方可指派任一名辩手发言，被质询方全程只能由一名辩手作答。若两方同时申请齐席，将由我打开赛前双方队伍填写数字的信封，两数之和为偶数则由正方优先选择，两数之和为奇数则由反方优先选择。那么我马上开始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开篇立论。首先有请正方一辩阐述正方观点，时间为三分三十秒，有请。谢谢主席。开宗明义，根据现代汉语字典定义，英雄是指具有不怕困难、不顾自己、愿意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人，具体表现为道德感召力、政治领导力、科研能力、思想批判力等等。时势则是指社会发展的趋势，造就指对于事物发展的方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英雄的诞生离不开时代的帮助，时代的发展也离不开英雄的功劳，两者相辅相成。但是今天辩论双方的立场，并非是讨论一个英雄与时势先后顺序的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是讨论英雄人物能否对社会发展的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能否对英雄的诞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我方认为英雄造时势，而时势造就不了英雄，理由如下。首先，一部分能力超群的英雄人物，他们能够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不但知识超群，且具有为真理、为人类未来奋斗的这种奉献精神，因此他们辛勤探索科学的规律，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这些科学成就造就一个又一个的时代潮流，例如法拉第创立电磁感应理论，开启了电气时代的大门；爱因斯坦以天才的思维提出相对论，往后100年至今，科学界依然遵循着他指引的方向，不断验证假说。明朝的于谦在瓦剌大军压境之时，痛斥王友贞为首的义和派，确立了坚决保卫北京的方针。临危受命兵部尚书，以他高超的指挥艺术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挽救了明朝的国运。正是这些赋予才能和社会责任感的英雄，将时代导向进步与发展。其次，一些身份地位普通，但是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英雄人物，同样可以造就时势。青岛港码头的吊桥工人许正超，虽然他只有初中的文凭，通过多年的苦练，他成就了一身操纵吊桥装箱的绝活。他坚持技术攻关，使青岛港创造了装箱速度的世界纪录。他研究港口的节能、装箱提速的技术，为国家省下了累计数千万元的成本，让正超精神名扬四海。他的名言：“共产党员是靠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更成为了万千党员的信条。英雄人物绝对不等同于只有上层社会的精英，年轻的战士雷锋同样可以让为人民奋斗的道德感召深入人心。山区教师李桂林、陆建芬支教云南大凉山20年，为山区的孩子撑起了一片天，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英雄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各行各业德才兼备的佼佼者，引领行业的发展，制造社会的正能量。正是英雄们作为人民的先锋队，撑起了民族的脊梁，成为时代发展的主导力量。最后我方想说，英雄诞生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引导社会，这才是英雄造时势的历史气象。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英雄造时势。谢谢。非常感谢正方一辩的精彩发言，接下来由反方一辩进行立论，时间同样为三分三十秒，有请。感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我方观点是时势造英雄。这个辩题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乍一看双方立场都可以各自成立，英雄可以影响时势的走向，而时势也可以影响英雄的产生，双方可以互为因果，因此在因果关系上，鸡生蛋蛋生鸡这样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这场比赛的关键所在在于确认双方立场的冲突点到底在哪儿，这需要我们搭建一个可以进行有效比较的讨论平台。我方认为，鉴于时势与英雄之间可以互相影响，这场比赛双方真正要比较的乃是英雄对时势的塑造影响力更大，还是时势对英雄的塑造影响力更大。我方认为时势造英雄，就是因为时势定义了英雄，比起英雄对时势的影响更具决定性作用。首先，英雄其实并非一个自然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构建的产物。
时事构筑了我们对英雄这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直接界定了英雄的判断标准与价值承载。没有哪个人生来就是英雄，也没有什么行为天然就是英雄行为。英雄的内涵有时事定义，同样一个人在不同时代的判准下，他既可以被剥夺，也可以被赋予英雄的身份。孔子在春秋时期郁郁不得志，颠沛流离，游说列国，惶惶如丧家之犬。而当中央集权大一统成为时代所需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孔子摇身一变成了至圣先师。世事变迁，文革到来，孔子又被拉下神坛，塑像被打碎，落得臭老九的骂名。而时至今日，国学热兴起，孔子又重新成为奠基儒学基础的英雄。可见英雄作为一种时代理念的人格化具象，其内涵由时事所决定，其血肉由时事所填充。其次，时事乃形塑英雄的标尺，提倡时事造英雄，并不是让大家去盲从随大流，而是让大家意识到一个人他之所以被认定是英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做出了造福时代的可敬尝试。他可能是顺应的某种时势，也有可能是为了扭转时势往更光明的方向发展而与时势搏斗。他可能成功，于是成为时势召唤下应运而生的英雄，他也可能失败，成为具有古希腊悲剧英雄特质的悲剧英雄。是否成功缔造时势，并不是界定英雄的合理标准，是否对改造时势、造福时代做出过努力，才是英雄这一概念的终极关切。一个英雄形象若是想要树立起来，我们着眼的不应该是他自身有何过人禀赋，而更应该着眼于他与这个时代是否有良性互动。可见时势才是定位英雄的决定性坐标。相较之下，英雄对于时势的影响力则要有限得多。英雄未必能缔造时势，比如那些功败垂成的悲剧英雄，如乌江自刎的霸王项羽、殉国黄海的邓世昌等。缔造时势的也往往不一定是英雄，如掀起反犹太狂潮的希特勒，如树立残暴统治的暴君、纣王。而当代消费主义的时代大风气，则是由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你我他亲手滋养。综上，时势定义了英雄，对英雄的诞生起到了更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时势造英雄。对方辩友今天告诉大家英雄很重要，做英雄很好，而我方今天其实想告诉大家，当不当得成英雄其实都不那么重要，因为英雄本质上无非是一种社会建构，是非成败转头空，真正重要的乃是着眼时势，造福时代，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谢谢。感谢反方一辩的精彩发言，请问双方是否采用旗席，请举牌示意。双方同时选择不齐席，那么我们将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二个环节，驳论。首先有请反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为2分30秒，有请。好，谢谢大家。诚如对方辩友所说，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我们要比较的究竟是英雄对时势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还是时势对英雄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可是对方的一辩稿通篇论证的只是英雄可能会造了时势，他方并没有说为什么时势造不了英雄，也没有说英雄一定可以造得了时势。请接下来二辩在申论的时候可以继续向我方论证这两点，这缺失了两点。同样我们回到对方辩友的一辩稿论证逻辑，第一个，他们讲的是能力超群的人，他们讲了爱因斯坦，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发明了很多的东西，他可能营造了一种科学的时代潮流。但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是，爱因斯坦为什么会被尊称为英雄，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爱因斯坦他背后所代表的一种逻辑是当时追求科学、追求理性的一种时代精神，他顺应了这种时代精神，他与我们所追求的时代精神是相吻合的，因此我们才认为他时代精神。而反观别的对方辩友并没有举出的例子，我方一辩稿说出了孔子在当时他被认为是丧家之犬，而在现在我们认为他是国学的奠基者，还有苏格拉底他在当时认为我们把他认为是败坏青年，可是现在我们认为他奠基了古典哲学，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时代在发展，时代精神在变化，英雄所做的事情其实并没有变化，他们已经死了数千年了，他们并没有再有能力去做出新的事情让我们对他的看法改观。而真正改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时代精神，是我们时代所要追求的东西变了，他们顺应了我们的时代需要，所以说我们才把他尊称为英雄。第二点，对方辩友举了草根英雄，港口工人可以因为他做出了很多努力被我们认为是平民英雄，没有错误，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是不是顺应了我们时代需要。我们时代需要的是敢于奉献、敢于牺牲的这种英雄形象，而他们的身上有我们所追求的英雄形象，因而我们的时代把他塑造成了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英雄，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种不看牺牲、不看奉献、只看你是否赚钱多的这么一个时代精神，我们还会认为港口工人是英雄吗？我们当然不会认为。因而我方所要表达的唯一一个观点就是，时代精神它可以定义这个英雄，而它的定义作用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而对方辩友英雄造时势，它既不是一个它既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英雄一定可以造得了时势吗？您方没有说造时势的一定是英雄吗？比如希特勒，他造了时势，他是英雄吗？比如我们黄海海战殉国的邓世昌，他已经失败了，但他仍然被尊为英雄。而您方所论证的不过是英雄在塑造时代当中，它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而我方是定义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我方得证，谢谢。谢谢反方二辩的发言，接下来有请正方二辩进行驳论，时间同样为2分30秒，有请。各位，对方辩友的标准叫做比较两者的影响力何者更大，可是他方根本就没有论出来为什么时势可以造就英雄。怎么讲？他方论证逻辑叫做换一个时代好像英雄就会被埋没。什么意思？时势可以毁灭英雄，时势可以埋没英雄。但对方辩友，我可以毁灭一件事情，能不能论证出反面来我就造就这件东西呢？我可以轻而易举的把一件景德镇的瓷器马上给砸碎，是不是代表我能够造就一件景德镇的瓷器？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今天时代只不过是英雄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而已，但论证不了它是造就英雄的充分条件。请对方辩友给我论证一下，今天各个时代英雄的成功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禀赋，不是因为他成长的经历，不是因为他零零总总的机遇加上时代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帮怎么论证出来其中的关键最大的因素最核心的影响那就是时势呢？来，对方辩友，问你一个例子，要一个叫拉马努金的印度数学家，在他当时所处的年代，这个年代印度他落后主流的欧洲数学几百年，但是他纯粹靠着不受任何正规训练的数学天才数学直觉推导出了几百条4000条相关的数学公式，然后把印度的以一己之力把印度的数学水平追上欧洲。请问对方辩友，是什么时势造就了他有如此之高的成就？什么时势造就他天才的英雄般的数学行为啊，数学成就？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方辩友告诉我们，英雄失败了就不叫缔造时势。胡说八道！难道在三国时期，三国总会有两个国家失败，最后三家归晋，三个英雄都失败了，他们有没有缔造三国鼎立的这个时势？项羽楚汉相争，有没有缔造一个楚汉相争的时势？有没有推翻秦王朝，把秦朝的暴政这个时势给改变？所以英雄失败也会造成时势，历史是英雄与坏人之间相争，最后导出的一个结果。俄方认为应该把视角点，把史观的重点放在英雄身上，我们是英雄的史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依然是英雄在缔造时势。最后一件事情，对方辩友，您方其实说英雄是因为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他才被推上台前，错了。今天英雄跟时代，英雄跟人民本身是不对立的，英雄本身属于人民，所以草根的人民他们是什么？他们草根的那些英雄是什么？他们是人民当中的佼佼者，他们在人民当中具有更强的能力，更高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心，因此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所以并不是一个英雄一个人民两者对立，英雄只是历史的傀儡，或者在你方框架里面，英雄只是历史的傀儡。这个时候应该是人民当中也有英雄，两者合力共同推进历史的进步。历史的洪流乃是人民跟英雄共同努力的结果，英雄是人民的先锋队。综上，我方得证。感谢正方二辩的发言，接下来有请正反双方二辩进行对辩，时间各为1分30秒，双方辩手均不可打断对方发言，由正方先开始，有请正方。有一个疑问需要解决，您方刚刚说有个英雄他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因此然后接下来他因为顺应时代需要改变了时势，他是不是依然创造了时势？他因为他身上代表着时代精神，那我方来问你了，是不是只要没有缔造时势他就不能称为英雄？不是，我认为英雄是可以有影响时势的作用的。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所有的英雄创造所有的时势，但是等会我们可以跟你具体讨论这个问题，我方等会会解释。好，问您了，他刚刚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那这个他也改变了时势，对方没有，是不是依然可以论证他创造了时势，没有问题吧？对没有，先不要着急，您方说有一定的作用，那你怎么论证决定性作用？所以刚刚对方没有那个反驳是没法驳倒我方的，而在他方的反驳里面认为顺应时势才是创造出英雄的主要条件，您方论证一下，在拉曼努金的成功里面，顺应当时印度的时势和他自己其他的因素相比，为什么是顺应印度的时势比较重要？没有，顺应时势叫做找到时代的需要，当时那个时代他因为需要数学所以他做了数学，而我们的时代因为推崇数学所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英雄。还是回到刚才我方的问题，如果他没有缔造出时势就不能被称为英雄的话，那黄海海战邓世昌他为什么仍然是英雄？他缔造了一个时势啊，坦白讲英雄的失败也缔造了时势，这就是英雄的作用为什么如此的关键。他成功了我们这个历史往前进，他失败了我们这个时势往后退，这就是英雄对于时势的一个缔造的作用。来，再问你，纳巴努金那个年代，你方具体论证一下，当时印度落后的不推崇数学的环境是怎么创造出他最后的数学成就的？对方辩友，这一点请您赐教，但是还是想请教您了，失败的英雄怎么缔造时势？对方辩友，失败的我都说了，英雄对于时代始终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如果曹操、孙权还有刘备都失败了，三家归晋，于是历史就换了一个朝代，这他们不能算是缔造时势吗？来，再问你了，今天平民英雄是不是也可以缔造时势？英雄是不是人民的先锋队？
平民英雄因为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所以我们把他尊称为英雄。按照您方所说，他失败了也可以缔造事实，是不是因为时代本来就在发展，而跟人英雄不太有关系呢？不好意思，您方比较一下，您方证明一下，为什么今天在他被造出来的过程中，不是他的个人禀赋，不是其他因素，偏偏是时代因素最为关键？为什么时代可以埋没英雄，可以证明了时代可以造就英雄？在苏格拉底那个时代，他们并不崇尚理性，并不崇尚哲学，因此他被投死的。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崇尚理性，崇尚哲学，所以他被我们尊称为英雄。这是不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没有雅典的时代毁灭了苏格拉底，但当没有怎么论证雅典的时代造就了苏格拉底呢？我方只是告诉你，因为时代精神的变化，有些人他会在有些时代并不被认为是英雄，而在有些时代被认为是英雄，因而时代它可以定义英雄的内涵。所以还是时代变了，但是这个英雄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成功了。但你忘了论证他的成功就是时代早造就了，这完全不一样的逻辑。正方时间到。所以今天对方辩友的逻辑很奇怪，他说英雄造时日是一种充分必要条件，但是他并没有论证出来，只有英雄可以创造时日，并且只有创造时日的一定是英雄。这两个您方仍然还没有跟我论证，而且您方论证逻辑接下来就更奇怪了，只以成败论英雄，好像是他只有成功了才能被称为英雄。而我方的论证观点其实很简单，因为时代的需求在变化，那些人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只因为我们时代追求的精神不一样了，因而他才被我们称为了英雄。我们在他们身上找到了我们所要追求那种价值理念，我们时代定义了什么叫做英雄，因而这是一种非常决定性的作用，而你方必须论证充分必要。谢谢。反方时间到。感谢双方辩手，请问双方是否使用旗席，请举牌示意。双方选择不旗席。短兵相接之后，我们将进入本场比赛的第三个环节，盘问环节。首先有请正方三辩盘问反方一二四辩之间的任意辩手，时间为2分30秒，盘问方可随时打断，被盘问方不得反问，有请。好，谢谢主席。首先，对方辩友确认一下，今天我方要论证是英雄有能力造时势，您方要论证是时势有能力造英雄，是不是？我方不认为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他双方都有影响，但是我们要都有影响，何者更重要？是不是？都有影响，何者更重要？好，今天您方是不是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英雄对时势的造就有能力有影响？对啊，您方也得承认时势对英雄有影响、这个我们先定一下。好，再来看您方的时势对英雄有能力造就，您方如何论证的？是行为加定义吗？我方就是说，英雄它是一个概念，您不能老讨论实体。那这个英雄这种社会构建是谁去决定的？所以还是概念加行为。所以今天对方辩友，您方的时势它可能是一个变动的、会跳动的价值观，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评价英雄的时候，它时势更像一个风向标，是不是？阿辩。因为时代精神在发展，所以说有些英雄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因为我们现在崇尚科学理性，苏格拉底才成为了英雄。好，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你方说是刚才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是只是我们的评价不一样，对不对？四辩。就是因为英雄啊，他有外延也有内涵，外延是人格化的英雄，内涵是他所具有的那种品质，所以是否被这个时代所认可，这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关键。所以还是评价变了而已，他做事情没有变，这个您方可以认。也就是说，其实今天啊，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您方提出的要求是，我们要顺应时势来获得我应当获得评价，是吧？二辩，要顺应时代的需要了。好，顺应时代需要，但是今天您方又提出一些，有些人其实吧，他不顺应，就是今天时势这样，但是他做一些逆转时势的事情，他也可以被认为是英雄，是不是？一辩，大刘。不是，因为这个时代它有需求，它不一定是随大流，大流跟时代需求是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我随大流可以成英雄，不随大流也可以成为英雄。所以今天我如何去追逐这个评价，我们个人角度上我们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事情是一样的，我们要做好事，要做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这些内核精神应该是不会变的。四辩。是这样的，您方误解了大流和时代的需要两者的区别，大家都去追逐的事情不一定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事情。好，所以今天您方还缺一层论证，叫做今天时事它有了这个需求以后，这个满足相应需求的英雄就会诞生。我们今天需要解决某方面科学家，这个科学家就会诞生，而不是今天您方所评价的时事会埋没这个英雄。谢谢。好的，时间到。我方没有说过会埋没。时间到。谢谢双方辩手，接下来有请反方三辩盘问正方一二四辩之间任意辩手，时间同样为2分30秒，有请。好，大家现在有点闷哦，我们来确认一下，我现在听来我们双方的核心分歧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分歧主要存在于我们对英雄存在两种不同的解读视角。
你方认为英雄他应该以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来解读，我方认为英雄应该以一种建构主义的方式来解读。什么意思？我来问你一遍。比方说您方提到一辩稿里提到了很多科学家的例子，你觉得因为他有这些科学成就、这些科学技能，所以他被认为是英雄，对吧？关键在于科学，然后他缔造了时势嘛，对不对？关键在于成就之前，他有这个能力去缔造成就，我们要看能力。所以您看的是他的能力嘛？那我继续再来问您好了，您知不知道同样是科学家，在古希腊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自然科学在古希腊其实是一个贬义词，他不被视作英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问谁？一辩。您说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大家最看重的时势是什么？我们追求稳定，我们追求对于神的信仰，而你研究自然科学，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对神的僭越，它不符合时事对于英雄的定义。而反观像您方讲进入到科学主义的时代，科学主义的时事现在它对英雄的定义是怎样的？是我们要能够推动科学理性的发展，所以您方举出来像爱因斯坦那些英雄，他才变成了英雄。所以再请教您了二辩，您方今天也要跟我比我们今天对于英雄和时事的决定性作用，你的比较平台是怎样的？你是怎么跟我比出来的？您方只是在重复换了一个时代。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的是你怎么比出来的？我方是通过能力，我觉得一个能做到，一个根本就做不到，这个够明显了吧？我们认为所以不好意思，根本就做不到。不好意思，如果我没有听错的话，您方刚刚在驳论的时候，其实也承认，您方也承认时事它对英雄其实可以有影响力。现在你的口径又变成了时事完全不可以缔造英雄，是这个意思吗？是要造就到这个程度，影响力跟造就是两码事吧？这不然双方便利都得着。对呀，这就是恰恰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您方刚刚是怎么解释造就时事这个意思的？你说英雄无论成败，反正他都会有留下影响嘛，所以英雄肯定就造时事。你现在跟我区隔一下造就和影响的区别。比如说相对论决定一百年的发展方向，这完全是爱因斯坦自己一个人制定的吧，对不对？没问题。那我比方说邓世昌，或者说比方说像那个战死在那个那应该是特洛伊的赫克托尔，你告诉我他怎么造时势的？他到底是影响还是在造？跟他手下英雄的士兵一样，通过他的失败也决定了那个时代的影响，他也左右了那个时局嘛，对不对？所以您方还是没有给我区分出来影响和造就。没有关系，我继续问你四遍，您方今天是不是还是要同一个口径，就是没有缔造时势的就不是英雄？时间到。谢谢。英雄都会缔造时势，没有？感谢双方辩手。感谢双方辩手。下面进入评委发言环节，在该环节，每个评委可以向双方辩手提出问题，也可以要求参赛队对于某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参赛队无需在本环节直接回应。每一位评委的累计发言时间不得超过40秒。评委也可以选择放弃发言环节。接下来有请评委向双方辩手提问。有请曾明义评委。首先问正方辩友一个问题，你们刚刚明确地提到了你们看待这个历史的方法是叫英雄史观，那么我想听一下英雄史观与它相对的史观是一种什么样的史观，你们作何理解啊？这第一个问题。对反方有一个问题，那我说我的生命是父母给予我的，然后我的名字是我爷爷奶奶起的，那么请问我父母造就了我，还是我的爷爷奶奶造就了我的名字？感谢景怡先生。接下来有请王任嘉先生。对正方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正方今天告诉我们，普通的人和特别卓越的人，对于这两类人，无论他们成功或失败，都是在造就时势的。所以正方的这个表述从根本上和人民创造历史这一件事情上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希望正方能解释一下。对反方来说，反方今天说基于建构主义，时势可以给英雄予以定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定义权的话，其实不存在英雄的。那么在反方的观念上，英雄是不是只存在于概念这个层面？那把这概念这个层面剥离开来之后，英雄还有没有任何剩下来的东西？有请潘泽先生。OK。正方告诉我要能力改变时势，那么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是不是也能改变？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那么没有人不是英雄。如果没有人不是英雄，那么你们提出的英雄史观就不应该成立，应该是你们谈的应该是群众史观。所以这个矛盾你们解释一下，或者说你能有一个明确的分界，能分出哪一部分是微小的，是可以不算英雄的，哪一部分是够大的，是算作英雄的？这正方。反方说要符合时势的需求，那你们自己刚才又提出了例子，
比如说在一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里面，有人挑战了时事对于英雄的定义，那么这种挑战者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能不能称之为英雄？英雄是不是一定要当时判断，而不能在事后多少年之后对于那段历史的回溯的时候进行判断？这个矛盾解释一下。好的，非常感谢各位评委。接下来我请陈以拓评委。我就问反方一个问题吧，你们今天对于概念的界定是说时事界定了英雄，那么这个题目对你们而言就把它扩展成了时事造就了被时事界定的英雄，我想问的是这里有没有循环界定的嫌疑？我就想问一下反方，就因为你们其实整个论证时事造英雄是因为时事定义了英雄的定义嘛，就到底好战可能是战争时期的时候好战的人是英雄，在和平时期的时候为和平做贡献那是英雄。但我想问的问题是，好像苏格拉底那种例子以前曾经被误认为是败坏青年，那就代表当时候他不是英雄吗？还是仅仅那个时代对他的误会？能理解我的意思吧？这就是我想听到反方给我的一点点的解释啊，就因为当时时代不认可，因此他就不是英雄了吗？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他才真正配称之为英雄，还是仅仅是时代对他的误会啊？这是给反方的一个小提问。感谢评委。下面进入本届比赛新增的战术暂停环节。在本环节，正反双方辩手可在辩手席上与己方的辩手自由讨论，双方共同计时2分钟，计时开始。好的，战术暂停环节结束。下面有请正方三辩首先进行半场小结，时间为1分30秒，有请。好，谢主席。首先回答一下刚才评委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关于我们的英雄史观，今天对面是唯物史观，但是我们今天英雄史观不是传统的王侯将相英雄史观，我们今天认为的英雄史观这是人民英雄的英雄史观。我们认为英雄他和人民并不是一个对立面，今天我们的英雄应该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然后服务于人民。然后再回答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他是怎么，是不是英雄和人民创造历史，他们关系怎么样？今天我们认为的确他们在创造历史，然后英雄造时势这个概念是在里面起到怎么样作用，就是我们的英雄会引导着我们的人民创造历史，会引导我们历史前进的方向，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造时势。所以今天对方辩友的问题是，他们提出今天英雄如何界定，其实是一个评价嘛，一个定义嘛，那然后就是他们并没有论证出时势如何造出这个英雄，造就的作用对方辩友完全没有比较，它只有一个定义，
但是中间我们要对比何者起了什么作用，何者发让这个人民让这个人起了怎么样的转变，让他成为英雄，都没有在这方面没有论证，所以我们认为他论证不成立。然后最后补一层的就是我方并不需要我方关于英雄的失败和成功，我们都认为他是英雄。为什么？因为我们评价英雄，我们看的是能力而不是结果。当这个英雄他做到一件事，让我们认可了他有这个能力以后，他就可以是英雄，他不需要成功或者失败，我们只要认可他的能力就行了。谢谢。感谢正方三辩的小结，接下来有请反方三辩进行半场小结，时间同样为1分30秒，有请。好，谢谢。评委的问题有点多，我没有办法一一解答，但是我试图打个包。比方说哈，景评委和陈评委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类问题。您二位其实主要在问的是造和概念这两件事情。我方来解释一下，我方今天怎么样来解读造这个词。举个例子，我们说辩论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叫造神，什么意思？不是说今天有一个人生下来他天然就是变神，而是说我们认为什么叫做变神这种概念，其实是我们鉴定出来的一种社会构建，可能在这个时代打成这样的是神，在另外一个时代打成那样的是神，这个叫做造。同样造星也是同样的意思，大家想一想。所以为什么我方认为今天造这个定义它对于英雄来说它本质上就是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我方恰恰秉持的是一种对于英雄它的一种建构主义的解读。什么意思？对方辩友强调什么叫做英雄，它是最决定，它最着眼的是什么？是能力。可问题在于我方今天无数次的跟您方指出，同样有一个能力的英雄，他在不同的时代上，因为时代对于英雄有不同的社会构建，所以他未必是能够同时都被称为是英雄。那概念这个东西它本身既有内涵也有外延，所以在它外延层面上其实确实是作用到每一个个人上的。那继续再来看，说明白了这一点，那潘评委和曾评委其实提到了是不是要按当时的角度来看他是不是英雄，还是说我们只是当时对他有误会。那我方今天就大胆地向大家承认，在我方看来这世界上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本质主义的对于英雄的界定。如果你要判定这个人是不是英雄，你确实肯定是要诉诸到你所讨论的那一个时代那一个时事他对于英雄当时的构建。好的，所以这是我方对于双方今天的比较。谢谢。时间到，感谢反方三辩，请问双方是否使用旗旗，请举牌示意。请问正方采用何种方式？申论。下面进入申论环节，申论时间为2分钟，有请工作人员调整计时器。好的，有请正方。OK， 先解决对方面有一个问题，它叫做我们英雄是否是英雄，取决于外界对他的评价。可坦白讲，是不是谁都有资格被评价？有人会被造成变神，像对方的三辩这样的辩论有过非常丰富经历的人，但我可能就不可以，可能在座的某一位高中生可能就不可以。如果今天选谁都行，只依赖于评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英雄跟非英雄毫无区别，不过是历史的牵线木偶而已。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时候他个人的因素、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所作所为在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方辩友要做的是什么？论证其中哪一个东西更关键，证明是这个因素叫做时事单列出来它有这样的作用，可以造就英雄。所以按照对方辩友的逻辑推到底，推出一个什么结论？就是特定的环境当中我们就可以造就特定的英雄，只要条件合适我们可以量产一个英雄。可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回到童年，你重新活一次，就算是一模一样的条件，你觉得你会保证你自己可以做出每一个跟自己现在的生活一样的选择吗？不可以。哪怕是双胞胎之间在同样的环境下都会成长出不同的选择，更何况人与人，把我放到爱因斯坦的环境当中、时代条件当中，我也会成长出不同的属性。这就是人本身的自由意志，这就是人本身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所以对方辩友论证不了是时事造就了他，你只能论证时事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对方辩友对英雄史观这个层面我希望进行更进一步的解释。对方辩友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只需要顺应时代就可以了，可是坦白讲我们认为时代趋势是什么？源于人民的需要。响应人民需要的是哪一些人？是人民当中的佼佼者。无论你是从政的位居高位的高官，还是在工厂车间里面的生产领导，你想出主意来能为人民做贡献，像人像雷锋一样做普通的好事，或者像山区支教的老师一样，这个时候你就是英雄。他是一个一个的英雄，最后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连缀成了星座，连缀成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对方辩友请问了，抛开人民只谈时事，您方怎么造就这个时代？您方今天才是不看人民，您方的价值上才是今天纯粹的这个割裂了人民与英雄之间的关系。 OK， 以上。感谢正方辩手。下面到了大家最期待也是最为激烈的自由辩论环节，本环节双方各有4分钟时间，正反双方交替发言，双方辩手均不可打断对方发言，一方落座即视为另一方计时开始。由正方先开始。
刚刚被我认为时势可以造就英雄，可是拉马努金那个时代，印度混沌一片，基本上还是种姓制的年代，根本就没有人推崇数学。请问是什么样的时势造就了拉马努金的数学成就呢？你之所以会现在把他认定成是英雄，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他怎么定义英雄？有科学贡献的人叫英雄。继续再来问您，您方说他可能是人有自由意识，但人有自由意识只能决定你可以有什么能力，而你这种能力足不足以让你被认定成是英雄，到底有什么决定？两者缺一不可，但您方论证何者更关键？这是您方论证责任，您方论证到造就的程度嘛？所以对方辩友，你还是在说，如果时代不对，时代不认可我，在评价上面我缺失了，这个是个必要条件，所以我会被埋没。但对方辩友，你论证不出这个时代对他有造就的作用，打碎一件瓷器和造就一件瓷器，对方辩友在您看来是一码事吗？没错，您方也承认了，终于承认两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今天双方就是在比，我方一直在跟你比，我方告诉你，英雄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构建，所以我们时势对于这种概念的构建，就是时势造英雄的决定性方法。您方跟我比较一下，这二者当中哪一个影响力更大？您方从头到尾没有跟我方比较。所以今天对方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一事无成的普通人，但只要时代认可我，我没有任何个人能力也可以成为英雄吗？我方大胆承认，如果今后有一个很荒谬的时代，他真的这么定义英雄的，你可能就是英雄啊。OK， 对方辩友认为英雄不用看任何的能力，那这个时候请问，英雄跟非英雄有何区别？您方不会是天线木偶而已。那在您方辩友看起来，今天爱因斯坦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那是因为大家评价他比较好，所以应该把诺贝尔奖颁给那些评奖的评委，而不是爱因斯坦本人，对不对？对方不要推那么强的极端，我方也不是说英雄完全不要看能力。为什么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英雄可能还是要看能力呢？是因为哪怕在时事这个定义里头，其实也有一些时事主流不变的主旋律，我们还是会看重某些能力，这是时事它所不变的东西。但是取决于他到底能不能确定他是一个英雄，这种社会构建他的构建者是时事。您方又退了，您方刚刚说完全不用看，在一个荒谬时代什么都没有，可是根本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因为历史本来就是英雄与坏人之间交替出现，不会有这种完全的跳梁小丑就是主导着我们的历史。我们历史在前进，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奠定了这个主旋律，因此之后他在引导我们历史不断的往上升。而在您方看来，突然有一天我们的评价体系竟然是凭空出来，空穴来风的存在。对方辩友请问了，评价体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可以由英雄来造就？爱因斯坦改变了物理学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在您方看，爱因斯坦其实也造就了一个时势呢？对方辩友，您方不要再给我方扣帽子，我方早就跟您达成了共识，英雄与时势都缺一不可。但是问题是，我方在论证哪一个影响力更强。我方用社会构建的理论告诉您，它可以定义英雄。您方现在是否可以告诉我，英雄对时势的决定性作用究竟要怎么比出来？已经跟您说了嘛，今天您方评价是一环，见英雄个人能力也是一环。您方也承认了，说目前不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说一个平凡无奇没有任何能力，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也就说明您方也承认能力很重要。您方现在就这个比较评价和能力究竟何者更关键？都说了刚才那是大胆假设嘛，您方现在可不可以继续回答我的问题，究竟要怎么比？两者都互有作用，那怎么说英雄对时势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作用呢？对方辩友，这并不矛盾。你看，我要顺应时势，我要基于时代，实际上对我缺一不可。但在这个时代当中，时代的方向改变是完全因为我的，物理学的方向改变是完全因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当时没有其他人。拉马努金能够把历史的，能把印度的数学史往前拉伸100年，那也是因为拉马努金他自己的能力，没有其他人。所以对方辩友，你不能通过鸡生蛋蛋生鸡的例子来论证英雄必须要局限于时代，所以英雄就不能创造时势啊。您方无非举出一两个可能通过一己之力来改变时代的这样的例子，可我方问你的是，我方从头到尾不否认英雄对时势的缔造能力，我问你的是，能不能给我一句话来阐明您方的比较标准怎么比出来？来，对方辩友，今天就一句话比较标准了。好，今天您方已经承认了英雄对时势有造就作用，但是我方要你举证是时势对英雄有造就作用。今天我们比较造就好吗？您方今天举出通通例子，包括定义，包括看时代等等都好。今天您方给说只是今天如果一个英雄他出生的时代不对，他不会成为英雄而已。您方由头到尾都给我论证了今天英雄会被时势埋没而已。请问您方造就从何来？今天您方的时势是一个如此暴露无常可能毁灭人的东西，今天他老是欺负我们，今天突然一天他不欺负我了，这就是造就吗？都没有什么叫做造星啊，一个人生来不是明星，他是被我们定义成明星，他身上有我们时代所追求的明星特质，所以说时代可以定义一个英雄。您方说一句话告诉我怎么比，还是没有一句话告诉我。二辩你说吧。对方辩友，长超帅你可以成为明星，但是我这个长相那可能就不行了嘛。如果我今天长得跟凤姐一样，那我可能就必须得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成为明星啊。长太丑其实也可以，但我发现要看自己的行为条件，自己的所作所为，还是要看这个时代的机遇。您方一定要论证这何者决定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因为您方这会
这样彰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价值观，就是人就是牵线木。而且你把逻辑推到底就是什么，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可以量产某一种英雄，对吧？没有，如果今天把你养在爱因斯坦的童年时代，您可以保证你会成为爱因斯坦吗？所以林芳也承认，长得丑长得帅都有可能成为星，关键看这个时代怎么定义星，这叫时代造星。所以同样的，林芳现在不给我一句话来告诉林芳怎么比的，那我方大胆的假设林芳从头到尾一直在强调一个词叫能力，那我就告诉你为什么能力没有历史的这种定义来得更有用。因为同样是苏格拉底，他同样有这个能力，在当时他被认为是应该是要被投死的人，现在我们把他认为是英雄，他的能力没有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时代对于英雄这种社会构建发生了转变，所以才导致他现在从不是英雄变成了英雄。林芳怎么比？没有，如果他能力超强，他今天已经当上了希腊的哲人王，那是不是也可以时代不变，他自己的业绩他自己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了，因为他可以一己之力像爱因斯坦一样改变物理学界对他的评价。所以对方没有，宁方确信比较没有意义，宁方论证这个能力不变时代变他会被毁灭。同样的，我们可以论证今天如果能力变了时代不变，他也可以被成就嘛。所以对方没有，宁方还是没有办法论证出究竟是能力定义还是他能力还是定义造就了英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控制变量嘛。宁方假设一个人他如果真的能够强到他一个人改变了所有的时事，宁方其实是在用假设来代替论证。所以我今天问你的是，或者再问你一句话好了，宁方对于造这个词到底今天怎么解读？有能力决定就是造。怎么叫做评判他有能力决定？我方对于有能力决定的评价的说法是，他定义了这种英雄对于英雄的社会构建，因为英雄在我方看来应该以构建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他本身就是社会构建。您方怎么来评判他怎么样做出决定？对方没有，大事小事其实都可以被决定。什么意思？青岛港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港口，后来他创下了世界装箱的记录，这使得全国尊重工人，认为技术可以救国的这样一个风气蔚然成风。对方没有，这难道不是一种决定吗？所以对方没有，一定要开天辟地才能够论证我方辩题的话，坦白讲我们举不出。但是众多英雄的合力是不是已经创造了历史的洪流？大事小事是不是要一起算？没有问题，但是对方辩友今天对于造的这个定义实在是可大可小。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了邓世昌那个例子，在当时对于中国和日本的国力来说，它其实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但对方可以无限阐释他的精神，说他有影响，这是不公平的吧？都没有控制变量，今天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能力被史诗造就出来英雄，举一个。所以我们现在要发现，今天双方比较到现在，我方向大家怎么论证的？因为可能觉得我们循环论证，不是循环论证，是只给定义，直接用定义来推导结论，而不捍卫这个定义的合理性。而我方今天的论证主体其实就是向大家论证这种英雄它是一个社会建构这个定义的合理性，这是我方论证主体。您方论证主体是什么？没有。而今天对方辩友必须要论证出充分必要条件才能证明英雄对时事的决定性作用。英雄一定可以缔造时事吗？邓世昌他就失败了，他并没有缔造时事，但他仍然是英雄。而缔造时事的一定又是英雄吗？希特勒缔造了时代，但他不是英雄。所以我方通过英雄他对于时事的决定性影响，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来削弱您方对于今天英雄对时事的影响力。您方论证不了他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到现在为止您方其实也没有在论证这个决定性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意思。那进一步再往下看，您方今天需要向大家比较的是，您方所谓的这种英雄史观它的对立面是什么。在我方看来，其实您方的英雄史观跟平民史观没有任何区别。如果像您所说邓商失败一样可以是英雄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人不是英雄吗？那么这个辩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好的，时间到。感谢双方辩手，请问反方是否采用奇袭，请举牌示意。反方选择不奇袭。接下来进入到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总结陈词。首先有请反方四辩进行陈词，时间为3分30秒，有请反方。来，先谈定义的问题。我们有两个定义非常关键，一个是什么叫造，我们方已经举了造星造神的定义，这样告诉你造是塑造，是在定义上他为什么能被称之为英雄，这是我方今天所说的造。第二，什么是英雄，我们说既谈内核也谈外延，既谈他的英雄为什么被称之为英雄这种理念，也谈历史中实实在在的英雄。为什么我方两个都谈，等一下在结辩中慢慢向您论述。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论证义务，我方一直在追问对方今天的论证义务，您必须要比啊，比两种影响力谁大，但对方不比。今天对方采取的方法是不断的渲染，对方渲染哪两条呢？第一条叫做英雄一定要缔造时事，这是一盘三的时候对方四辩说的。那问题在于对方对于缔造这个词一直在跳动，就是缔造呢也可以是缔造一个时代，也可以像是邓世昌他撞船牺牲之后用他的精神去鼓舞，但实实在在的说，在那个时候他怎么样鼓舞，比如说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现在鼓舞着我们，但在那个时候怎么改变时事，对方辩友也不告诉我们。那
对方辩友慢慢就退到了说只要认可能力我们就叫做英雄。请问对方辩友对缔造的定义是不是在变？第二，对方辩友今天要告诉我们英雄一定缔造时势，那逆否命题您要证吧。英雄不缔造时势就不是英雄，但有些人没有缔造时势我们仍然认为他是英雄，比如说我刚刚说的邓世昌、狼牙山五壮士。所以对方辩友您做的这一层渲染是不成立的。第二层渲染叫牵线木偶论，也就是说啊，这我们人都是时代牵线木偶。我们人，我当然承认人的成功或者成为英雄既看个人，既看个人努力，也看个历史的形成。但是问题在于啊，社会是具有不断的阶段的，在这种阶段的进程发展当中，他是否被认为是英雄不再看他个人的努力了。比如说秦始皇已经去世了之后，对于他的评价是英雄不是英雄在时代中起起伏伏，我们也举了孔子的例子。所以说在看时代的这种变化的时候，个人的能力已经不再是主导的东西，而是什么？而是时代是怎么评价他，时代是怎么认为英雄和这个英雄的定义和他的这种贡献是否切合。所以说我方今天的论证义务是什么？我方的论证义务是用不断的实例告诉大家证成一个东西，叫做英雄是一个社会构建的东西，既包括内核也包括外延。这是我方的第一层论证义务。我方的第二层论证义务是什么？我方的第二层论证义务是证成构建之后，构建即是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造和构建我方要把它扯上关系。这是我方两层论证义务，我方今天做到但您方没有做到，所以这是问题。那我们再从内涵到外延，也就是据今天讨论这个辩题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方坦然承认的事情是不要太在意英雄这个名号，因为啊，你那么想成为英雄，但很遗憾，时代怎么认定英雄不太清楚，不太知道。你在这一个时代成了英雄，在那一个时代可能不是英雄。所以关键是什么？是要去把握时代的脉搏，是真真正正为这个时代去做贡献。是不是成为英雄不重要，因为古来圣贤皆寂寞。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英雄在一个时代往往是不被人所认可的，我们不要在乎这些，我们要勇往直前，遵从内心。谢谢大家。时间到，感谢反方四辩的精彩总结，下面有请正方四辩，时间同样为3分30秒，有请。好，谢谢。今天我们全场讨论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件事今天英雄到底有没有能力决定时势，第二件事今天时势到底有没有能力决定英雄。那我们先分成两趴来讨论，先看第一趴，今天英雄到底有没有能力决定时势。今天对方辩友说我们今天举了很多小事大事各种各样不同的影响，影响程度高低不同，所以他方觉得我们标准在跳动。其实不是，今天英雄做了小的影响也是影响，今天大的英雄做了大的影响也是影响。我们今天说的英雄有能力决定时势是什么？是这个时代所有的英雄联合起来决定整个时代时势发展的方向，这是英雄有能力决定时势。所以今天大事小事都是英雄所做实施的一部分，我们的标准没有跳动过。好，再来看今天英雄如何有能力决定实施。我方可以给您举例，今天比如说像张居正以一己之力延缓明朝灭亡整整50年，这难道不是对整个实施的改变吗？当时的天下大事，明朝延缓50年灭亡改变了多少？如果没有张居正，可能当时明朝会就提早灭亡很多。这是一个我们跟您说的英雄本身的推动力和决定能力。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说实施有能力决定英雄，对不对？给我们评价，给我们的论证叫做今天英雄是一个时代所给出的评价，所以今天时代如何评价才决定这个英雄到底是不是。好，先看第一点，今天社会需求了就会有吗？今天你时代评价需要一个科学能力超高的人是英雄，你时代需求爱因斯坦就会诞生吗？这是不是还是需要有爱因斯坦这样一个有能力人在这里，你时代才可以评价他是英雄？所以今天能力和社会评价仍然是缺一不可的，您方仍然不可以论证说今天有评价了就有英雄。好，再来看您方又给我举出第二个很奇怪的假设，叫做今天也有可能有一个社会叫做我们需要一个一事无成的普通人他就是英雄。那在您方这个世界里面英雄有什么意义呢？今天我一事无成我仍然可以成为英雄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在您方世界里面已经完全没有英雄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了。这是您方所提出的这样一个由社会评价决定英雄本身的不合理之处。让我们再来看，今天如果由时势完全来决定英雄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今天我如果给你一个相同的时代背景，给你一个相同的时势，相同的条件，我们就可以量产同一种英雄。今天如果我给你相同的环境的话，今天爱因斯坦就应该有无数个，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复制爱因斯坦生长环境就应该有几千几百个爱因斯坦可以被量产出来。可是事实是这样子吗？把我换到爱因斯坦
坦位置去，让我在爱因斯坦家庭里面成长，我会成为爱因斯坦吗？其实不会。哪怕让我回去重过一次我自己的人生，我会过成我现在这样的样子吗？我会再一次来到这个平台打比赛吗？其实也不一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倪方说完全由评价来决定英雄，由时势来造就英雄是不合理的。好，我们再来看今天其实我方倡导的东西是什么。我方倡导的东西叫做我们从古以来这个社会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今天对方辩友的意思叫做，这些人其实都不是英雄了，这些人只是被你时代需要所以推到了前台来当做一个道德标杆，被众人瞻仰而已。那在对方辩友的世界里面，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人值得被称赞啊？在对方辩友的世界里面，其实所有的人，不管你做了好事坏事，只要时代想否定你，只要这个时代错了，你就是错的。那对方辩友的在对方辩友世界里面，有什么是对的，有什么是值得倡导的呢？所有人都不过是时代竖起的一个道德标杆，所有人都不过是这个时代的棋子和牵线木偶而已。因此我方认为，时势没有能力造就英雄，而英雄有能力造就时势。综上所述，谢谢。同样感谢正方四辩的精彩总结。根据赛事的规则，接下来进入到反方的质询环节，质询时间为2分30秒，有请。好，您方说时势不能量产英雄，那反过来推你，那您方是不是也要向我论证英雄可以量产时势啊？同样两个能力的英雄，您方能不能论证出来他其实可以造出一模一样的时势？也不可能吧。 有个论证责任的差别是您方无法证明他可以量产，但是我您方也没法证明嘛，没关系。等等，我想真正问你的问题是，我确认一下，您方觉得今天判断英雄最核心的东西叫做能力，我问你，有什么能力就一定会成为英雄？这个标准不一而足，因为每个人可以定义自己这个时代需要的能力，没问题了。这是对嘛？所以你看嘛，没问题了。到底这个能力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决定你能否成为英雄？你自己也讲了，看不同时代的需求，这就是我方一直在跟你讲的。英雄它本身是一个时代建构，你方这种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决定它？我进一步再问你。您想答我会问你的，你现在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你方比较这种决定性大小到底是怎么比的？我一直在问你这个问题，你方从来没有给我这一句话。你方我无法证明，我方可以证明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认为有。你不是想回答我的问题吗？我想问你的就是，你给我这一句话来论证你方能比出它决定力的大小，这是你的比较标准。我们比较标准是你方做不到，我方做得到了。坦白讲，对方没有，这不是我方标准。做得到和做不到这件事情，你方一直在跳动。你方一开始说有的时候做不到，现在后来又告诉我说二者其实缺一不可，所以你方根本没有一个比较的平台。是我方站在你方角度比，发现都缺一不可，可是没法比较说何者是造就作用嘛？对啊，那你方呢？我现在问你，就是在你方的标准下，没有按照你方的标准比，因为你方的标准证明不出来问题。没关系，那我继续再往下问好了。你方还有一个没解释清楚的东西，就是你方觉得就是造和影响二者之间到底什么区别？因为你方四辩刚才讲影响力有大有小，只要有影响，不管影响力大小，它都是英雄嘛。那造和影响造的时势不同啊，它的造的时势，比如说蔚然成风的道德宣扬，有的是整个世界的政治变动。所以在你方看来，影响和造又没有区别了，对不对？因为时势它也有大小嘛，对不对？时势有，但是共同作用起来就是我们整体的历史潮流，所有的英雄创造所有的。那我确认你一点，你有没有想要论证是所有的英雄造就了所有的？你该是想讲这句话吧？所有的英雄造就了所有的时势，是吗？是英雄们创造了整个历史的潮流，所以完全不存在其他非英雄的因素来缔造时势，这是你方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对吧？他们创造，不知道没有，是引导了人们往前走。这个造就的意思是引导，是决定它的方向。之后有人会跟随。你方车轱辘话一直在讲，所以现在你能确定一件事情，对方辩友从头到尾没有给出一个比较的平台，我方通过论证建构主义来论证我方。时间到，双方时间到。非常感谢今天的辩论双方为我们带来的这场精彩的比赛。那么本场比赛的正式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有请评委老师打分，并请工作人员收起评分表。下面首先有请潘泽先生为本场比赛做点评，有请。怎么又是我，是吧？两个评委点评，我抛砖引玉一下，好吧？这场比赛大家还很兴奋，就是说可能有很多话想说，然后我自己也主动申请了想说一点东西，因为说实话，别的辩题对于我而言，就是我都基本上可以算个门外汉，但这个辩题正好跟我还算有点关系，因为我学历史的，所以我自己也很关心关于史观的问题。那这场比赛
我觉得正方自己提英雄史观，但其实你们打的不是英雄史观。这个我在提问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你们去想评委提问在干嘛的时候，你们得这样想，比如说我给正方提问，或者我给反方提问，我给正方提问不是要正方回答的，我给正方提问是要反方注意的，我给反方提问是要正方注意的。其实或者你想，如果你今天打的是英雄史观，那如果你又认为所有的英雄所有的人都有改变历史或者改变时事的能力，那么每个人都是英雄。而如果每个人都是英雄，那么第一，这肯定不是英雄史观的本来的概念。其次，如果每个人都是英雄，那么英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被消解掉了。也就是说，人人皆英雄，那么英雄的价值和意义就不复存在。这个词本身它的内涵，它的所能产生的价值。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选一个英雄呢？你站在这儿，你也是英雄。你不论成功了失败了，你成功了可以成为推动历史的人物，你失败了可以成为下一个推动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时候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那总能够对这个历史发展或者对于时事的改变有那么一些贡献。所以你自己在不断的减弱这个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留给了去正方去攻击你的点。至少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你总得给个界限我吧，就是我得评英雄吧，我总有一些评比吧，我总有，你说今天英雄是可以感召大家的，那么这个所谓的感召是每个人都能感召，还是只有部分人能感召？如果今天是每个人都有感召，那么比如说你们今天举出的例子，就那几个人，那么你可以说是他在改变时事，包括你们结辩里面说张居正凭一人之力，是吧？我拯救明朝，晚灭亡50年。但如果回到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概念，那么绝对就不可能是张居正凭一己之力去做到这个事情，这一定肯定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想操作英雄史观，那么英雄史观是可以打得更坚决一点的。因为本来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在讨论史观上就是两个可以去讨论的概念，不一定说这两个东西必须混在一起才能够更客观地去描述这件事情。辩论场上本来每方的观点都是相对来说偏有倾向性的，那么把一个倾向性做到极致其实就是效果。因为下面人听的你们交锋过程中间，他不是完全相信正方，也不是完全相信反方，他在你们交锋过程中间自然会形成他的观点，那你只需要把一方做得更好就可以了。就你希望通过把群众史观的部分融入到英雄史观，使得我在辩论场上面少受一点攻击，或者我提前把反方可能会去打的东西我预备到，那么显得其实有一点点露怯的。就如果我觉得我自信英雄史观是 OK 的，我也相信这个观点，那我就要誓死捍卫这个观点的时候，我是更勇猛的去冲击的。然后回到反方其实今天就是可能不是像正方期待你们想去打的那个样子啊，去打如果就说简单一点，就是实施的去定义了英雄，或实施给了英雄的一个标准。但是我去问你们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在回答我提问的时候说了这个话，就是说对，就这样，没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价标准。在一个特别疯狂和混乱的年代里面，他就选出了一个疯狂和混乱的英雄。就你们其实很坚决的已经认到这一点了，但是其实这个后面有一步，就是我很期待正方多出来那一步，就是在一个疯狂时代里面选出了一个疯狂的英雄 OK， 但是对吗？就如果今天两种史观都成立的情况下，我们看的不是哪种史观更好吗？不是看哪种史观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吗？就是如果你认同疯狂的时代可能选出一个疯狂的英雄，那我能不能认为在那个疯狂时代里面有的人能够冷静下来的人才更值得我们去推崇呢？那个逆时代潮流而行，因为这个时代总会出现疯狂和混乱的可能性吧，是吧？历史上有这么多的时候嘛，有那么黑暗的年代，也有那些英勇的仁人志士去拨乱反正嘛。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这些人没有跟着时事走，还是说反方的时事其实天然意味着正确呢？对吧？所以我有时候也很期待后面有去针对他们那个关于时事在定义英雄的这样一个点。所以我客观上承认，就是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英雄。比如说可能在一个崇尚经济发展的年代，那可能能赚钱的推动经济发展呢更是英雄。如果在一个道德高尚的年代里面，那么崇尚道德的年代里面，那可能那些诚信的代表，那些道德楷模更能成为英雄。或者在那个我们对于劳动人民对于生产更加的推崇的时候，那么那些劳模们可能更多的是英雄。但是英雄的种类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就是有主流的英雄，也有支流的英雄，有成功的英雄，这里面谈到的也有悲剧的英雄。就像你们立论里面给到大家那样，
英雄号召产生感召力，这个世界上面每个人感召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在努力奋进的道路上面，他需要更多的激励，那么那些能带来成功推动进步的人能给他的激励更多。但是有的人他生活在落寞的年代里面，他的心里面更需要更多的慰藉。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你跟他老讲成功的案例也许无法慰藉他的心灵。你回想一下那些在落寞的过程中间依旧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坚定和内心的平安的人，是不是更应该成为他的楷模呢？对吧？英雄就像偶像一样，我们树立不同的偶像，可以像对方辩友那样去跟着时代潮流去走，去看那些可能当红最火的英雄。但是我们在这儿，我们也想为那些可能没那么红没那么火，就好像说你们一旦不断在推崇反方三辩，对吧，就厉害，就不断你们也自己表达自己的谦虚。那同样啊，苔花如米小也做牡丹开，对吧？很多人可能达不到反方三辩的水平呢，他可能一辈子都学不成反方三辩呢，但他还打不打辩论呢？对不对？他还想要不要在参加这个活动中间获得乐趣和快乐呢？这样的人能不能成为英雄呢？我相信在每个辩论队里面，包括我自己在以前学校的辩论队里面，有很多人可能一直都上不了场比赛，他可能有一些不适应场上的那个激烈交锋的那个氛围，他有可能场上之后脑袋会断路，但在台下很清醒呢，他可能去做教练，可能去做准备，可能有很多的东西在后面。那么这些人也一样是一个可以感召大家的这个人物存在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有很多东西没有真正的交锋起来，就是正方和反方略有一点错位，以至于正方在最后的时候还在谈说，我们今天谈的是能力能不能改变时势，对方谈的是时势能不能造就英雄，有没有造就英雄的能力。其实双方在前面的交锋环节里面已经不再谈这个东西了，就是真正起冲突的核心点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所以怎么说呢，这个辩题其实挺难打的。难打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点没有天然的矛盾和对立，所以不是说我说你错了我就一定对了的。但是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间往往会试图在过程中形成交锋，是为了让这场比赛更精彩更好看，打得更激烈。那这是辩手要去追求的诉求，去固守我，去把我之前准备的把我之前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场上面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根据场上发生的不断的变化去做出调整，在这个时候哪怕可能会出现一些失误，可能会出现一些不是那么说得清楚的东西。但是就好像说的那样，就是沧海横流枉狂澜于既倒，在时势都在向那一方向走的时候，我能站定这个位置去坚守一些可能很多人不去坚守的东西，这些人是不是在当今或者在我们的体系下面我们要更去推崇一下呢？也许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好吧，不说多了，说多了后下一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潘泽评委，接下来有请曾明印先生为本场比赛做点评，掌声有请。有点高OK， 潘泽有点坏，差不多话都说完了，但我就给我自己的个人点评吧。就这一场实话说并不是一个太难判的比赛，原因是因为在于论的广度上面的问题。什么是论的广度上面的问题？你们正方的论 OK 非常简单，什么叫做英雄造时势，你们举出一些杰出的例子，比如科学家、知识的拓疆者、一些乐于奉献的人，对不对？追求和平的人，你们的论停留在这里，你们说可以创造某些时代的产物出来，但其实你们的整个论只是在某个时间节点之上，而这个被反方的论给涵盖了。什么叫某个时间节点之上？比如你讲我们这些推崇科学家为我们所谓的英雄，他跟你说是因为我们从以前的神权时代我们进入了人本时代、知识时代。为什么我们以前那种人文自然的这种自然就那种科学家在神权时代的时候不受推崇？他说是因为当时是神权时代，人是服侍于神的，因此我们人没有主体能动性，因此科学被视为什么亵渎神的产物。来到人权时代，你口中所说的这些能力才真正意义上被定义为英雄。
同样的，你说乐于奉献也好，追求和平也好，都是进入人权时代以后所产生的产物。所以他讲的是整个时代的洪流，时代洪流的思潮定义了英雄的概念。所以他把你整个时间节点就变成你只看了整个时代洪流的某个时间线时间点，而他们看的是整个时间线的发展，所以感觉上就会比较宏观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论被他们爆出来打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说这个也不是绝对不能破的。他们的整个论其实就一句话嘛，时代趋势的思潮定义了英雄的概念，对不对？但实际上你们的论里面也有可回击的空间，是什么意思？英雄的起起落落与他们的成败何尝不是在定义着趋势呢？大家都是在彼此定义啊。举个例子，三国并列的时候，就三国之间彼此竞争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三国并列，三国争霸，三国鼎立的时代。三国里面有两国被并吞之后是什么？三国归晋的时代。英雄的成与败何尝不是在定义着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要谈定义的话，其实双方在彼此进行定义，那你就至少把这个立场给推平了。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但很可惜你们没做出这个动作。而且实话说，很多时候实然层面打不下去的时候，双方你们的在主编稿的时候都说了一句话嘛，鸡生蛋蛋生鸡，怎么讨论下去也讨论不了。很多时候实然层面打不下去，可以跳到去阴然层面的比较的。什么叫阴然层面的比较？他们的立场非常明显了。我在点就在提问的时候，我有问一个问题，就苏格拉底在以前被认为是败坏道德，对不对？败坏青年，甚至是孔子以前被人认为是丧家之犬，那因此他就不是英雄了吗？直到现在我们才能承认他是英雄吗？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回答，我不认为这个时代有绝对的英雄，都是看主流评价的。你们应该接着这句话就往下打，什么意思？接现在就是我们觉得英雄应该由主流来进行评价，还是实际上有一些不需要有主流评价的？有主流评价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尼采、苏格拉底、孔子在那个时代有什么坚持的理由？以前还能欺骗一下自己，我在进行这种哲学研究的时候，我在 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还能欺骗自己，是你们这群贱人误会了我啊！我其实还是个好人来的，我是一个英雄。但如果用他们的世界观，就是主流评价决定了你是英雄还是狗熊的话，有什么坚持的理由？我只能承认我就是狗熊，因为时代所不能接受，这个世界上没有再有所谓的划时代的英雄了，因为都是由时代的主流思想所控制。这就是我们认为说为什么英雄不应该由主流评价来决定。那你们整个立场往下打去阴然层面，那你们的立场会相对比较好打一点，因为我们已经说得非常绝对了，就是主流评价决定了英雄的概念，你们就应该打不对。英雄本身有自己固有的特质，可以不看这个时事，可以不看这个时代的潮流，可以不看这个时代的趋势的，只需要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品性，有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有没有向上进的动力。有向上进的动力的话，无论是战争时期、和平时期，我都能成为那个卓越的人，我都能够成为我想当出来的英雄。无论任何时代，你有那个品质，自然能够脱颖而出，那个感觉才会出来。因为你们不断的纠缠在实然层面，但就把它被他们包在你们在某个历史节点之上，就感觉非常非常的吃亏啊。那实话说，就无论如何，这是一场真的是非常好看的比赛啊！我个人都有打过，打得烂的太多了。OK， 所以就给两位一点点的掌声，确实很厉害。再次感谢潘泽先生和曾明印先生的精彩点评。本场比赛的赛果已经在我手中了，无论谁胜谁负，都请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双方辩手致敬，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同时再次感谢水平高到没朋友的高鹏律师事务所，天大地大不如厚大，厚大法考法学生的不二之选，怕上火和王老吉喝了就不会找茬的王老吉的亲情赞助。那么首先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他是来自反方三辩赖长生，恭喜你。下面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场比赛的最终比分，正方比反方的票数为0票对5票，获胜方是反方爱丁堡大学，恭喜你们。
我宣布第八届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复赛第三场比赛正式结束，请各位观众有序退场。我们的下一场比赛将在14:10开始，感谢各位。